蓝千亿还没回来吧？回来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让你爬梯子的？赶紧给我回来！哎，别关门！里面还有人呢！别关门！就是想知道对方在车里都说了些什么。所以我猜他们应该就是在车里面见面的吧？可以啊，邱总。然后钱包丢了。孙秋，小孙，我都给您准备好了，你要找的就是这段吧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平凡的荣耀》。